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一百六，一直叫上劲儿，下，往我这拉，往我这走，往我这走，别内裤，往我这走。嘿，小白再往回来一点，小白再往回来一点。你们起不动，不动。哎，哎呀！你把筐拿过去的？没有。我吧。没事。你啊。是的。你也行。无所谓。无所谓。多义气呀！这都已经瘦三斤了。哪组咱们先开始？那就那个。玛丽，你俩先开始吧。不，你也起来啊！我起来。你也起来啊！长辈嘛。那看看咱长辈让哪个晚辈先开始。连我们呢？程程，小白，你俩吧。好，你俩先开始吧。甭管这个，这炸鸡不出声很难呀。先拿镜，准备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，3、2、1，Go。俩人好像当过贼，吃的太细了。不算。爸，这都飞成这嘴里了。吃黄瓜了，他吃黄瓜了。82的。这不是我，哥，你咋的？你一会儿不吃吗？你下手这么狠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。哎呀，69了，哥，69，哎呀妈，太脆生了，这。一会儿你不吃，我都揍你。我玩完这一趴我就下班了。不能自暴自弃啊！记住了，看那小眼神呗，那眼神看。
六十有点高了，然后呢适当往下再。吃完了。都这都是我干的得罪人事儿，没事吧，弟弟？真棒，就是完全别磕着手，别磕着，别撒气，这喊这还喊气的，你看，来，没事吧？接地了啊，接地，关键腾哥，你两个都招，你就不好受？不是，我就是我这人就这么真实，就这么真实。弟弟们，你哥教你们做人就是要真实啊！明白了。就找后脑勺的，一会儿哥就吃了，嘣！不晕过去不行，完事儿来，差你们这点儿，真是。来吧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卖160。哎，不是，现在都过了，没开始呢。哥，小心点。开始，3、2、1。62，85，这一直没下100呢，快赶紧！我不知道，以为多大腕来了呢，明的多少枪啊，这是！趁这块，你赶紧爬了两口啊！给我打岔气儿，这里有了，这里。看见了还？你怎么连自己人都打呢？哥，你不能所有人都得罪。你快吃，我才能吃。这帮孩子，嫉恶如仇的，你看。不就是最近吃的多了点吗？至于被打成这样啊？小童，要不你自己举着。大嘴给打出来，怎么还龙门吐骨啊？吐面了，你这是龙门吐骨，给打吐面了，你这是。一会儿我们是换个碗啊，可不用这碗啊。要造反了，这是要造反了。小童已经吃完了，一碗造完了。孩子，再吃点苹果，营养均衡。汤都喝完了。啥时候人缘这么好呢？那个下一把能不能咱四个一起来啊？这你看真馋真饿，这是哎呦我天！一块儿吧。这是啥？哥，吃完了这桌客人，我们得翻台了。这个不用换，这个我没动。就把这个面换一份就行了。不，我吐，我这是吐在碗里了。哦，我不该你了，哥，错了。给我拿块石头。放弃了，已经。女婿，我在这试试刀。3、2、1 ，go。等一下，我暂停一下。哎，不是，我说，抄了。哦，不是抄你，哥，我错了。玛丽，你安全了。我，暂时咱他们内讧了。来。腾哥，就想抓腾哥，腾哥力解静婷，但是腾哥很狡猾，静婷是不出声的那种。对，静，等会儿这有一个，我哎呀，我哥，你能不吧嘴啊？
我喘气儿行吗？没有音乐了，没有音乐了。是这样的，腾哥不好抓，腾哥很狡猾，腾哥觉得在屋外，他是在屋外，我听到外边都有声音了。那腾哥耍赖了，导演，那腾哥耍赖了，导演。哎，我。嘿，腾哥，我谁呲溜一下就过去了，这还有人，腾上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力姐，这还有人，只差一个了，只差一个，太烦人了。你不来我也不能陪耍呀。不是，我在那待好好的，程程拿那个鸡把人引过去了，那地儿多安全，真是。你在哪儿啊，程哥？躺在那个沙发背上。这不我说。程程把你俩引过去了，拿那个鸡叫。不想让你好。来吧，起来吧。一下就能摸着。对，不是。我是最注意的。我哥那两下啊。我哥。被我害完以后，从那儿翻下来那两下，有点杰森斯坦森的样子。我跟你讲，腾哥，绝对练家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腰椎啊、颈椎啊都没问题。小童，你最伤我的是摸到腾哥的时候，你说丽姐吧，翻半天，就这个厚度。主要是我没，哎，我气的。照我的脾气，我宁可被抓，我也得骂他一顿。哎呀，好吗？刚才肉在里面，现在行了。哥有一种非常质朴的感觉。哥，你有点像真是这里面的矿洞的工人。你这个衣服也有点。你可别让我找机会给你推下哪个深渊啊！那我必须给你上下，上下。黄金矿工，感觉这个哥是真是来修洞的，感觉这洞好像有哪儿坏了，找哥来补补。啊，你喝了？你别瞎喝呀！你该变异，完了你晚上你就变异了。这玩意儿你这里面都有什么你知道吗？你就变食损人了。食损人，食损人，损人。好了。哎，给我们来点香油呗，谢谢。油底儿在哪儿？油在哪儿？油，香油吗？香油没有，没看到。油呢？受不了了，香油在哪儿？蒜没了，蒜。醋哪个是醋？吃醋。还有吗？就这点，咱俩都打死了吧。腾哥在这清盘呢。快给我更新这碟儿啊！腾哥都一个人给扒拉完了，有人管管吗？油碟啊，那是姜，这是蒜，姜，那是姜啊！都把油碟抢走了，老家伙，再给我一油碟，碟的坏得很。我这还行，我这还算圆满。哎呀，你那也行啊！是啊，啥也不差，啥了？把我油全偷了，偷油贼！哎呀！前面的那是拿料吗？那是强盗。拍的人呢要戴上耳机，其余三个人用三根绳子共同控制这个画笔作画，每题限时120秒。
两组都完成后统计成功的提数，胜利组全员增加50电量，失败组要完成一轮内部投票，选出一个人进入公布秘密的危险名单。通过今天的比拼，我们将选出3个人被公开秘密。好，那么请大家开始准备。咱们四个一队是吧？来吧。对，你们先开始吧。对，那腾哥多少是得你猜吧？我们仨话。行啊。在我们四个如果要是投票，第一轮输了就是这几轮输的话，必须把你投出去。对，因为你猜不出来，自己找原因。你们是一个队的吗？团队吗？我听着不太像啊。咱5个人一会儿吧。行，你们仨画吧。画完了，让鬼猜。好，我们请腾哥就位，盆下面就位。哥，你往前点偏了，再往右一点。再往右一点。我都听你们摆布，反正。再往左一点，一步。再一点。再一小步。听见吗？腾哥，什么？别说，不行，音量绝对太小了，他都听见我喊他了，不行。少爷，哎呦，啥也听不见，也别这么大声了，脑浆子都破。我们准备开始啊！哇，先画个像云朵似的。先画朵云，这，呵，好家伙 ，OK， 这像个山，这是什么呀？地图吗？王八，画四条腿，一条，哎，等往这边点，往这边小楼这边点，两条，三条，四条 ，OK， 猪。哎，他猜出来是猪了。他猜是猪，换个脸，这画毛，画个尾巴，画个尾巴，全是点子，是，全是主意。这个腾哥要猜出来，绝对作弊了。你们三个能告诉我你们是写实还是写意吗？等会，画那个画尾巴是个卷的尾巴，骆驼。还有20秒。我们画几个，在那个身上画几个那个小圆圈呢，就是那个勾勾。好，来勾勾，有点难，这小圆圈。勾勾，这完了，又离初中越来越远了。这你就放弃了，我感觉。这是啥？内脏就不用画了。这竖着来一道，就给他画一个像脸似的。三，竖着来。二一。哎呦，答错了，下一题。腾哥，你先猜一下吧，这个。别猜一下，这个是啥？画的多像啊，那形状。上面有俩驼峰。叫 camel。这个叫咩。咩吗？画的是？你前天还说要喝人汤呢。绵羊、山羊。绵羊。那你们画内脏干嘛呀？那是毛啊，毛卷儿，毛有那么展现的吗？天哪，那是毛啊！直接画的是毛毯呢，你那是。好，我们换下一题。不换人吗？可一个人砸吗？我去吧。哎，咱仨先玩一圈，看能不能依着这个转起来。依着这个转起来。还要转圈。你往那边，你往这边，看看能不能转转。小白小造型贼像漫画人物。慢点。高兴了，哥哥。那我知道了。高兴了。那我知道了，这个不能转。开始吗？音乐给上了吗？换首歌呗。不是。这还挑？你们组的事儿太多了。换首，来吧。三二。开始，先说怎么画什么，上面那个小伞，画一个上面的伞，画哪个蘑菇？金针菇还是平菇？平菇啊，瞪住了，先小白使劲儿啊，使劲儿，小白松劲儿，再使劲儿，哎，有点意思，喂，这还是个动物吗？不，还是动物。先画杆儿，画一个，画腿了，是动物就行。哎，落地，落一半。小白再往回来一点，小白再往回来一点。你们谁不动？不动。这人脾气不好啊。
你们就绷住劲儿，完了我找落点，哥，你别那么较劲。这比好，走，蘑菇，在蘑菇的菌蘑山菌菌，你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他是我的，他我是他的，我这是，我听不见呐、哎，我这不在演吗？军涛，我扭一下，我你掐掐下，完了什么色儿？军腾，军什么色儿？军腾，我的妈！你是哪伙的哥啊？对，什么色儿？还有什么？军，什么色儿？颜色，君子、哎，君子是什么呀？菌子呀，南方叫法，南方就是南方说法，菌、啊、子也能听懂，但是想不到这个词儿。对，这很难想、就南方词儿。我觉得兵哥反应贼快，他指他衣服，对，所以他们这分应该给你一半。是，他们干不过咱们，你慢慢来吧。哎呦，这个难猜，谁来主笔？你来主笔呗，特简单。你成功了。我这个不好，我只会画蘑菇，刚才也是凑巧了。是不是来微信了？声小了。画呀，嘛呢，三贝？画呀。我们先画身体，再画脖子。先画个椭圆吧，先画个头。头是椭圆吗？不是不画头。哎，时间在一点点流逝。啊、先画身子来吧，身子脖子哈。来吧。S 吗？是 S 吗 ？S。你往回蹬点，叫声劲。哎，出来了，有点了。画个屁股，翘起来。翘起来。哎，画两个小脚。啊，这身子就画完了。这是个。这往我这走，小脚不好画。对、哎，然后画身子，把身子圆，这个松点，圆上。那边，啊，完了，这完了。画个翅膀，翅膀咋画啊？就画括号，不是往上扬，不是，这哪是翅膀啊？这是鹅掐腰。三贝，醒醒！翅膀是这样的。小童，你那个垫儿拿坐好了。那边这边来。坐下，小童。沈老师，脚鞋上了，脚不能踩，不能往回，不能踩纸。这还，我天哪，我这。这什么意思？这还，我天哪。翅膀鸭子。三个字。大。你的脑子一片空。大飞机。大胸肌，大胸肌。嗨，大白鸡，有叫大白鸡的吗？白斩鸡。大白鹅。哟，你啊。这是你比划，我猜。咱组输不了，我就画一横，然后我比划。行，没问题。这谁能看出来是个大白鹅？谁？他能猜出是个大白鹅？你够，拿出来放，到时候给个特写。哦，还是怪腾哥吧，这把腾哥投出去结束了。我看行。我看你在那最较劲儿，不让人画，就凭你们仨这画画。咱都不知道这是齐白石的呀，还是谁的，还是谁？这明显是毕加索的。画像。梵高。来下面吧。梵高。下面。哎呦！怎么这一换题底下笑了？这是什么呀？能先给我普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我头皮那穴是圆的，它这是方的，方的卷，头皮上有一个大方卷。是这样，说谁长了个旋儿，长了个方旋儿。啊，那个旋儿。我们画一个头发，要不就直接画个方框，然后中间画个旋儿不就行了吗？中间画旋儿是不对的，先画个方，完了在方的外边填满了头发，这是方旋儿。这要商量这么久吗？这题。咱们先画方。先画方。三二一，开始。落。
落落落落，你落人都不要有，你落呀！我再落，我这都再落都下楼了。没落了，没落了。不，但我手都拉破了，放放。走走走！放放放放放放！拽，给，回，拉！真疯！重新画一个，画个叉，把这个画叉打掉，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。遮止遮止。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。纯纯在拉往长城那边。忙活啥呢？这来啊，听我号令啊，往这不是，先往我这拉一下，人一道。我告诉你，都绷直了，绷直了，绷直了，叫下下下，先往我这拉，往我这走，往我这走，别内讧，往我这走，还没内讧呢，还没内讧呢。我告诉你，往他那走的时候，咱俩不放劲儿，是他使劲儿，是我使劲儿，还能用上劲儿，明白了吗？来，再来一次，也不要了，擦，水都这么用完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呀，一定是团队的这种，就平时积攒的这种情谊啊。他们这是窝里斗的这种。叫上去，叫上去了。别傻了吧唧，一下叫死了。放诺，别使劲啊！哎，直了。哎，小头使劲，小头拉。哎呦我的。哎呦，一起下。哎，OK。炫儿，这就是炫儿，这个就是炫儿。现在画头发，小童一直拉，小童一直拉，板寸呢？这是啊，拉个长点的，大点拉着。就有30秒，猜，这往哪猜？这是啥？底下是个脸啊！这也太难画了，哥，你说的就画个圆，画个圆。画眼睛，眼睛，这脸，哎，水母鼻子，哎，这谁能猜出来？猜，不能停，猜就猜，几个字儿啊？俩字儿。OK 了，已经很完美了，这个很完美了，海胆，画嘴，这个特点是什么？哥，先画嘴，先别比划，别赖，咱方块，哎。方头，方的，平头，上去吸。哎呀妈呀！说实话，方旋真有点记不得，这太难了。方旋。这个特征没抓住哦。我觉得头疼哥可以，头疼。不是你哥，我们就说方里面画个旋，你非不听，非得画头发。爸，你现在拿笔画。我知道你画的这个。你画，我看谁能明白。你画的这个啊，你画吧。你画这个对吧？啊，画这个，这不就能猜出来了方旋吗？这不腰饼吗？不是，但哥，你这个画的确实有点难。不是，它是这个。哦，旋一个嘛。嗯，一个字一个图。啊，对。这个思维选择投出一位。我吧，没事，你啊，是的，你也行，无所谓，腾哥就先要活我啊，你啊，无所谓，多义气呀，多够意思，石头剪布，石头剪刀，这也混赖呀，明着赖，去吧，快点，石头剪刀布。你还有，你不用这只手，我这只啊。OK， 来，哪个手？你哪个就伸出来。行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几把的？一把。一把。行，那小童来。干嘛？凭什么没有你啊？凭什么呀？来，都放这。哎，都放这。石头剪刀布，下去。我看你俩、啊，落水狗，继续。我感觉我不太吃香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
天选之子，那没办法了。跟我俩没关系，什么？咋了？为啥？你没玩啊？你俩没参与这游戏啊？是一伙的吗？那咱为什么不能一起十点不呢？开始。但你吃亏了。你好赖，你好赖玩两次。谁到了？我就一次机会。真是、啊。那第一个就是我的公布。啊？我还倒血霉了，跟你说。倒血霉了。怎么都能走到我这儿？就拐弯。那我公布行，我希望咱组下一把还是让腾哥输，你们赢不了了，为什么呢？三个人了，我已经公布了，我就和稀泥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小童说的很对，对吧？小童就是我和不了，你们也别想活，有道理。这个节目啊，我就发现通过你们这个，从人们现在就出发，改成谁也别想好。冰手背。好、啊，你晨晨，交给你了。哎，躲了这个，躲不了那个。哎呀！哎呀！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所有的球都拿回来了。啊？怎么这么厉害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咱筐丢了。你这把呀，不弄你都没辙。你不是你到过彼岸吗？我一直在彼岸。你运回来过一个球吗？我当然。你问兵哥我运没运过球？兵哥我运过球吧？运俩。这把腾哥全国你知道全部球都没了。不是我每人都知道了，他们还在跑。说实话，你这个就是纯狡辩。那我们得感谢人家程程啊。啊，听说把你们的筐给我们了。你把筐拿过去的？程程是你把筐给运过去的？没有，不是我拿的，我能干这事儿？我没，别滋我了。程程打小方向感就不好，你这个叛徒！谢谢你。来，一二三，同意程程出去的举手。他不已经出去了吗？我已经出去了。还得有一个，同意他出去两遍的举手，把我的老底儿揭透是吧？那没办法了，这投刚子的举手，嗯，咋突然间？我，哎呦，突然间，刚子你明白了吧？来投腾哥的举手，来，两票2-2，你们再拉一次票吧。拉一次票，那如果要是平票的话，只能带上对面了。想带咱行，咱举腾哥。腾哥是这样的，咱们本来就八个人嘛，我们也参与了这个游戏。既然你们分不出胜负呢，我们四个投票，来投刚子的举手。我都不投你，投兵哥的举手，全票打飞腾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知道我今晚我可能要做顿饭，谢谢大家啊。我们就是心疼你，怕你太累。什么？能给我拿两副隐形眼镜吗？让你给他拿两副隐形眼镜。只配硬不？没撑掉啊，昨天晚上。哥给你拿去。啊。我拿。我起了。嗯。他说你不拿他就起了。怎么？你俩挺远吗？听不着都对方，还得需要翻译。哥，你给我拿副隐形眼镜呗，看不见啊，想看你。什么？这事太不好使了。咋？你的任务是不能离开这个座吗？确实，这个任务应该给你啊，哥。真是不能离开那椅子呀。我有我自己的规划，每天早上。好吗？
我有我自己的难处。咱几个从进来就没离开过这地方，确实。姐，你也是不能离开那椅子。可不嘛，这今天都给任务了。啊？你吃啥那个？榴莲呗。嗯？你叫什么？煎饼。煎饼。煎饼果子。煎饼是横着吃的。你这不需要眼镜啊，我横着吃你都能看清。不是，但是我看你这吃的不像煎饼。是煎饼。别说了，哥，真的，我这个近视眼从这儿看真的是那个东北的花庙。但腾哥说实话，这衣服挺耐看的。第一眼看真不好看，哥，但是越看越好看。你呀、啊，你就别说话了。又碎又没有营养。我这个，我买的时候就第一眼看上的。我可不是在那盯了仨点才寻思买。你就盯上他耐看了呗，嗯，感觉他能耐看。条件衣服盯三个底儿也挺厉害。跟你讲，这个地方往下看景色真挺优美的，真的，蛮漂亮的。好，太棒了，厉害。让你们弄的感觉这个东西很轻松一样。我敢站在旁边，今天我已经破天荒了。贼简单，一点都不难。你看我们俩都真不难，两个人都敢这么玩。就是你要克服底下那个深度，其实就没事。你试一下吧，都来了。你们姐俩去吧，你们姐俩。谁姐俩？你们俩呀？你跟大喜，你去吧，哥。你试一下。你来都来了，你瞅下面特别爽，而且你这么蹭着，你哪怕走一半回来都行。你试一下吧。程程，不可能。程程，不可能。你试一下嘛，你都来了。来，我试试。哎，来都来了。程程，敢不敢？啊，不可能。突破一下自己。绝不。来了。不可能，哥哥。走进大自然，亲近大自然。算了吧。征服大自然，来，来，程程。不了，哥。删微信啊，删微信。删那假号是吧？